喂喂喂，测试测试，手持式麦克风测试。陈阳，你把那个中间的那个投影幕升上去，我来写一下黑板。找粉笔。没有粉笔可以写。我现在尝试写一些大那个由大到小的字，然后看一下荧幕上够不够清楚。把字写小一点。镜头跟得到那个我写的字吗？那他们现在测试一下两边的荧幕显示那个你录播拉近的那个画面，看看能不能做到。就是我写字，然后你让两边的荧幕切过去，然后显示黑板上的字。你现在切得到？我现在这是左边的那个配置，就是黑板左边那个大小。目前看起来还算看得清楚。我再写小一点。这样看得到吗？那我现在测试那个耳挂式的可以用吗？挂式麦克风测试，正常讲话音量。喂喂喂，测试测试，挂式麦克风音量测试。直播画面没有送出去，是吗？利于那边没有看到画面。他现在有在录影吗？
我在录，但是画面没有出去。我时间也快到了，45分，现在45分了。46。我们要不要再暂停？先暂停好了。